每个人呢，啊，都有自己的爱好。对，那有好听相声的，啊，有好下象棋的，嗯，有好打扑克的，嗯，有好看电影的，对，有好听书的，还有爱看戏的。哎，爱什么都可以，嗯，别过分。过分不好，一过分入了迷就影响了工作了。对呀，哎，你看我们邻居有这么一小伙子啊，爱什么知道吗？爱什么呢？爱看京剧，喜欢京剧，京剧好啊，就是啊。可是他过了火了，哎呦，入了迷了。你看看，他是行动坐卧走离不开吹打弹拉唱，那生活戏剧化。就是啊，你看看，晚上睡觉都要打家伙，那打什么点儿呢？打紧急风，紧急风，把那背头溜起来。把他僵，把他僵，把他僵，僵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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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僵，钻进去，他又出来了，怎么又出来了呢？先钻的脑袋，钻被窝有先钻脑袋的吗？在那里头闷得很，就是啊，脚丫子味儿。早晨起来睡得好好的，一睁眼，嗯，要打一冷锤，打一冷锤，擦，什么意思啊？醒了，这就叫醒了。坐起来穿衣裳，打四鸡头，嗯，把那褂子拿起来，嗯，嗨，大贼，擦。八贼蹦贼仓，好，连裤腰带都系好了。您看，漱口还要打家伙，打什么点呢？打那叫水斗罗，水斗罗，拿着牙刷子一蘸牙粉，嗯，吧嗒，这什么意思？蘸上了，蘸牙粉，往嘴里一搁，噔呸噔仓仓仓仓仓仓仓，带着仓，带着仓，带着仓仓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腮帮子杵一窟窿，你倒小心着点啊！他妈妈一看，好宝贝儿，嗯，成天他妈呆大仓，呆大仓，嗯，磨薄了筋儿，杵破了吧？日久天长嘛。漱漱口，嗯，赶紧念书去。哦，念书去了，念书去。念什么书呢？百家姓。哦，老书了。拿起百家姓的本来，啊，他想起一出戏来。什么戏啊？探亲家。哦，他唱这调呢叫银纽丝，嗯，唱上了，唱上了，您给学学。扎钱的孙李周正王，风尘出位江山汉阳，朱秦有徐何吕是张，孔曹烟花尽为桃江，齐谢周瑜博水斗张，玉苏哎庞哥耶，西番庞阿郎啊，我的妈妈耶，你少城西番你多个半海棠，又想起吃来了，您看见吗？他妈也挺好，宝贝儿，刚他妈念点书啊，嗯，就想吃饭，他就饿了。我看你也念不下去了，嗯，不过来吃饭吧。吃什么饭呢？干饭炸丸子。这叫什么饭吃？这叫拿筷子一夹这丸子，嗯。要打家伙，打什么点儿呢？叫小锣一击，哦，夹起丸子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噔，吃一个丸子，哒哒哒哒哒，噔，又吃一个，我吃饱了啊，俩丸子就饱了，饭量不太大，倒是饭量小，吃饱了坐着好好的，嗯，自觉得打一冷锤。打一冷锤，擦，什么意思啊？肚子不好受。哎呦，坏了！哎呀，妈妈呀！怎么？你递我一张手纸。哦，要上厕所。妈妈说：“好宝贝儿，嗯，要他妈手指还上运。”就是。不打你，大胆！啊，给他妈妈来个大胆。好小子，给不给手指来大胆？嗯，给你手指拉起。给他什么？戒指。圣旨，手指，手指啊，有接手指。走，嗯，看你大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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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大一大胖。到了厕所了，进了厕所，这么一看啊，扎扎扎，哇！哎，不不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全蹲满了，这都是满的。这戏迷有一邻居啊，认得戏迷，知道。哎呀，戏迷看这意思憋得够劲了。就是，我站起来，嗯，闺女，你蹲这儿，还挺照顾他的。你看，他唱上了，怎么唱的呢？你啥是啊？自觉得腹内疼痛，将身来在。
这厕所中啊，用手揭开裤腰带，蹲到了此处，我就去打工。这怎么回事？拉上了，拉上了，拉完屎擦屁股，把它蹭藏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个愣手擦，这哪儿抹呀？什么毛病这是？擦完了，系好裤腰带了，他还不走，那干嘛呢？冲着茅房直转悠，这转悠什么劲儿啊？一看全走了，都吓跑了。就是啊，没蹲在坑上蹲一老头，还有一位。他一看这老头，想起一出戏来，想出什么戏来了呢？令公碰杯，他拿这厕所当了庙了，那老头呢？当了杯了。好，这庙是苏庙。老头一听厕所怎么改了庙了，往庙里拉屎来了。一指老头脑袋，这杯是立令杯。老头说得，我要倒霉。令公我至此者邪，惹甲蹦得抗贼抗又丢亏，再给我碰死了吧，碰碰砸。怎么样，把老头撞粪坑里去了。他一看不好要跑，跑。老头说别跑啊，你们咋把我蹬出来啊？就是把老头救上来啊。哎呀，大事不好，再给我逃走了吧。蹦子上好嘛，跑了。你看看他又跑了，你看看跑到马路上去了。他马路上围着一堆人，他好奇呀，进去这么一看呢，怎么回事啊？一看地撒了一地的白面，那站着一个小姑娘直哭。她一看这一地的白面，她唱上了。她唱什么呢？想起了南天门走雪山。哦，怎么唱的呢？霎时天气变得快，鹅毛大雪降下来，荒郊俱被这雪遮盖，迟迟的山头啊，死阴台。这一跺脚，整踩小姑的脚上。呵，哎呦我的妈呀！他回头还问人家，他问人家，小姑娘因何不走啊？就是啊，不走吧，踩我脚了。呵，你看大脚豆多疼。这不是能不疼吗？你说说。他一看小姑娘哭啊，他又接着唱上了。他又唱上了。小姑娘啼哭作独呆，点点珠泪洒下眼来，自幼儿未知闺门来，谢鬼娃笑寸步难挨，思想爹娘却破开，头上取下金钗也来，缠足带忙送家，轻轻刺破你红袖花下，老奴与你把落袋，一步一步往前呀。哎，唱的可真不错。他正唱着呢啊，小姑娘她爸爸来了，找闺女来了，来找孩子。就是啊，来这么一看啊，一地的白面，傻了。姑娘坐那直哭，这戏迷指手画脚，以为这些事都是戏迷给造成的呢，误会了。来着戏迷，好小子，你他妈怎么回事？欺负我们孩子，面也都撒了。你谁家的孩子？你就是你姓什么？你叫什么？你你说说吧。哈，非问我母。问你呢？啊，不问你问谁呀？你姓什么叫什么？你就是啊，小神姓张明红，字君瑞，本官虽土不认识，年方二十三岁，正月十七，子是家神。No no no， 我上位去去呀。你都别乐了，就啊，什么时候
这是。小姑子爸爸一看，好小子，要跟我唱《西厢记》。哼，你他妈张生，我哪给你找硬硬去？就是，你什么小子，我他妈踹你！给他来一脚，来一脚。嗯，西边看这脚，一脚成仇恨，是点点记心头。蹦的靠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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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了，又跑了，你看看，跑到河边上去。就看河边有个摆渡，有一条船还没走呢。啊，戏迷噌噔上了船了，够利索。上船喊上了，嗯，开船呐、啊！来了就开船。管船一看，哟、嗯，戏迷、嗯，有意思啊！是，好的，开船。说开就开了，船划到河当间啊。戏迷看着景色这意思，嗯，他想起一出戏来，哪出戏啊？打鱼杀家。哦。妇女们大鱼在河下，家贫哪怕人潇洒。一只管船的啊，我婴儿长万多。嗯，管船挺好，我也把闺女儿了啊，好闺女，有见过闺女儿了吗？就是驸马王撒呀。您这找什么了？找网啊。有网吗？那儿哪有网啊？那怎么办呢？戏迷旁边站着一大摩登，嗯，胳膊上挎着一马甲啊，把马甲拿过来，唰、给扔河里了。扔河里了。大摩登他干嘛？能干吗？就是啊。哎呀，好小子，赔我马甲！哎呀，怎么回事？高跟鞋崴折了。你看看多寸。这回鞋不但赔我马甲，还要赔我高跟鞋。这回乱套了，这回。嗯。这管船你看这回行了，行了，这回热闹了，这回怎么办？我也不划船了，船也不划了，我站你跟前我听唱戏吧，还得说来吧。好嘛，他站在跟前了。你看看戏迷看这管船的啊，又胖啊，大秃脑袋锃光瓦亮，嗯嗯，他想起出戏来，想出哪出戏来呢？落马湖。他拿这管船的等大头目余亮。好嘛，又唱上了。唱上了。怎么唱的呢？海水滔滔不浪浪翻，山的高万丈这满天落马虎，好意思那森罗宝殿，三面是水，到了一里面的金头山，上有那铜额王，下有那铁锁链，有的是金弓腰间小石埋伏，他们藏在了水里边。大头摸鱼月亮江边大滩，大滩这假扮买卖哭上赃官，师傅握拳这才是苍额天了，这不趁了某的冤，扛起大旗，扛起大旗，大大一大洞。怎么回事？把管船踹河里了，踹河里了。